在在学的文学有很多是结合戏曲的部分， 对， 对，那戏曲部分有京剧那些，可是在台湾传统的一个文化里面，其实南管是比较深远的，只在台南的南生社还有在延续当中管阁的部分。那目前就是说可能在传承的部分就已经有开始要那个垄断，也不是垄断，就是出现断层。对对对，那我们想说刚好我们有一群就是比较喜欢这个乐器，然后请了和合医院的那个医师选友们来指导我们，